大家好，我是 A 番，现在是加州的正午，就是美国加州的硅谷地区的正午。对，现在是正午，很正午。对，趁这个时间呢，也到了我们这个 A 番 and 枪车球的节目时间。跟往常一样，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在美国的小朋友玩的枪车球的玩具。当然，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把 Nerf， 不过其实我今天不是跟大家介绍 Nerf， 今天我要介绍的就不是小朋友的玩具，而是要18岁以上才能玩的玩具，就不是 Nerf， 而是这个 Airsoft。 大家在国内的朋友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应该都有玩过，不过今年的话因为各种问题，所以在国内已经变成不许玩，但在美国的话呢 ，Airsoft 还是一个合法的玩具。大家可以看到这把 Airsoft， 那是我最近鬼使神差，不知道为什么就买了的一把 Airsoft。这个是 KWA 这家厂家生产的，HKUSP。至于口径的问题，因为所有 Airsoft 都是 6mm 口径的，所以就算它上面写.45 口径啊，什么口径，全部都是没意义的。只是写上去而已，大家可以看到。而这个KWA 的 Airsoft， 这把 Airsoft 本身呢是一把气动的 Airsoft， 就是跟我们以前玩玩具的时候要拉的那种 Airsoft 不一样，它是用气来推动，就是这种你玩的时候你需要把那种氯气的放在里面，然后再用那个气推动的枪。不过呢，也因为要用气推动问题呢，所以它威力会比较大，可以达到300多 FPS 的初速。然后呢，因为有气动，所以它还可以仿真枪的那个回弹的效果，就是真枪你打出去的时候，这个枪的那个 slide 会往后退，所以呢，你就有那种模拟的后助力。这个后助力呢，如果跟真枪比的话，大概就等于一把后助力比较低的22LR 口径子弹的手枪的后助力。整个枪这把KWA 的发射器呢非常仿真，就除了这里有那个警告标语不仿真以外呢，它的那个名牌啊，还有这些字啊，那些所有 logo 都印得非常的好，就根本跟真的一样，而且金属的质感也非常好，这个 slide 是真是金属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红色的地方呢，就是因为美国呢所有的玩具枪低于400 FPS 以下威力都是玩具枪，玩具枪为了跟真枪不搞混，所以他们就要加这个红色的部分。至于呢，这两个橙色部分是加州法律要求的，就跟其他州不一样，所以这个是用胶布贴上去的，有点很吵的样子，不过没关系了。然后我跟大家说过这个枪非常仿真，除了它的用料之外，它本身结构也非常仿真了，而且它跟真枪的拆的方法跟真枪一样，就是之前我鬼使神差，原因不要考究，我上网看了一下怎么拆 USP， 然后我呢，我手上就正我看视频的时候就正在拿着这把假的 USP， 然后我照着拆，然后一模一样的拆枪方法，这个弹夹拆出来一模一样，拆下的方法就连里面这些东西拆的方法都差不多，基本上除了它几个气动的部位跟真枪不一样以外呢，这个完全跟真枪的拆法一模一样，这个是很惊艳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想研究怎么去拆别人的 USP 的话呢，你可以拿这把来研究，装回去也非常简单。然后最近我鬼使神差被枪店人叫我，不要问原因，枪店人叫我怎么用 真的 USP 的时候呢，整个方法全部是一模一样，他拿弹夹是这样拿了，要检查有没有子弹在里面，就然后用这个东西扣住他的 slide， 然后方法一模一样，然后你把这个锤弄回去也是按它的保险夹，
就整个结构跟真的那个 USP 是完全一模一样，这个非常惊艳。而且那个胆夹也是铁做的，里面的重量呢非常重，一个空的 USB 胆夹非常轻的。我也知道为什么它那个胆夹非常重，因为它要模拟的是一个装满子弹以后的 USB 的重量，就非常好的一把发射器。如果大家在美国留学的话呢，有机会一定要买，反正在美国买这个发射器对于到一个大学生来说是绝对合法的，是绝对合法，所以没问题。如果你觉得 400fps 的威力不够，你可以买那些超过 400fps 的，但那个就不是 airsoft 了，那是个射的是那种金属的子弹，那个是其实法律上来说已经可以当作真武器了，所以那一种呢就没有那个红色的嘴。但我比较我觉得那个红色嘴很有意思，看上去就像 Nerf 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Nerf 的嘴就是红色的，对吧？所有 Nerf 都有一个红这样红色的嘴，就是这是正午了，干你。然后我们就试射一下吧。试射之前我们要先把子弹放进这个胆夹里面。这放子弹呢跟我们以前小时候仿真枪还是合法的那个年代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就用这个快速上弹器。其实我小时候完全不知道是快速上弹器有什么鸡巴毛用。但现在我射得多以后呢，发现的快速上弹器非常有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胆夹真的 USP 呢，这个应该是放12发子弹的，放45口径的话，但这个是假的，那个 BB 弹只有 6mm 口径，所以我可以放很多。其实这个子弹我觉得有点问题，经常有点空位，但我不管了，因为其实我现在要试射而已。然后呢，因为它是气动的，所以我们要放气，这就是这个气动瓦斯推动的这个airsoft 就是气枪用的气。我们并不是把这个气呢放在这个枪上的，因为这个枪本身的结构要大幅度仿制真枪，所以它不要把气缸放在枪里面，所以呢我们的气缸呢是在这个胆夹里面，我们把胆夹垂直，要我们把气这个气插进这个胆夹后面的小口里面，然后等五秒钟呢就基本上可以打两发胆夹子弹的，五六 OK， 然后我们就放好子弹了。然后呢当然都其实我觉得无论你是玩 airsoft 还是玩真枪，你都要遵守玩枪的规则，就玩真像玩真枪一样，所以呢你直到你射击之前呢手都不要放在扳机上，这最重要的。而且这个枪很仿真，所以像真枪一样，你要射击之前呢你要拉一下它的 slide， 然后让它的锤子打下来。然后我保险我还是开着保险的，我以防万一。然后我们今天要打的目标呢就是代表军国主义的舰队收藏里面的齐柏林小姐。齐柏林小姐跟之前我们要打的雷小姐有点不同啊。雷小姐呢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呢齐柏林小姐因为是个德国舰，所以她还代表着这个纳粹，所以我们打纳粹啊跟打啊军国主义啊轴心国啊那些都是没问题的，大家都很欢迎。所以今天我们要打就是代表纳粹的那个齐柏林小姐。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有戴这个眼罩的。玩真枪的时候戴眼镜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不让那个火药火光打到你的眼睛。而玩气枪的目的呢就是因为这子弹很轻，打中目标有可能会反弹回来，如果不小心的话可能会反弹到我眼睛，这样其实很危险，所以要戴眼罩。而为了戴耳机呢，是因为它气动的那个枪呢它仿真比较厉害，所以声音也挺响的，其实有那个 22LR 的那个子弹的声音其实没有那么响。我反正你因为毕竟是个住宅区，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在家里的院子里不是射击场，所以呢戴个眼罩其实也是为了习惯上的问题了，对，就习惯比较好，好习惯而已。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齐柏林小姐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射了。
哦，那个保险还没开。我们有没有挡到视野？我把身体摆过去一点。没气了，我可能气没装够，因为这个气瓶的气不是很够了。所以呢，十秒可能不太足够，那我再装多一点，也是这样。我因为为了做比较好的示范呢，我还是把子弹装满它吧。然后继续装满气，我可能刚才没有按好，所以那个气没装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次应该没问题了，起码打完它是没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忘了上油，我打太多了，我可能打完这次以后，我回去上点油。OK 了，然后再重新打一次吧，就大家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视野打不是太好，不过也没问题，大家也不想看到我。就射之前呢，也是拉一下它的 slide， 然后把它打回到，就把这个保险呢开回到那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跟真枪一样，子弹打空以后呢，就会挂空仓了。这个是非常真实的。真枪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子弹剩下来。只不过这个气枪就没什么意义。总的来说非常好的一把发射。其实大家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买，Tokyo Marui的，就是日本的那个。因为主要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呢，虽然我在美国，但日本的那个发射器也不会比美国的发射器贵太多。但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 Tokyo Marui 的东西很贵，所以我到了店里问的时候呢，那个金发大波妹问我要什么，那我就想啊， Tokyo Marui 的都很贵的，我还是不要买 Tokyo Marui 的了。然后我就买了这个 KWA， 虽然它是一个 KWA， 但不是国产的发射器啊，它是那个它是国产发射器，但呢，它是由那个一个德国的叫 UMAMES 的厂家发行的，就是那个厂家是一个做铅子弹运动用发射器的一个厂家，然后他买了 HK 公司的那个 license。就是执照就可以推出它造型的发射器，然后呢，它再让国内的那个 KWA 代工啊。大家可以知道，虽然我们国内是禁止任何这种仿真的发射器的，但国内是有很多厂家生产然后出口的，这个问题大家必须要知道有这件事了。就今天的节目就到现在为止了，欢迎大家收看。过一段时间可能我还会介绍另外一把 USP 的发射器，大家就期待一下吧。现在还是正午，所以我就再射几枪，就欢迎大家收看下次的节目，再会。